在药师琉璃光里面，第一愿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药师琉璃佛这样的发光。我就会一直想说，哎，那我好像我在教小孩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上人说，这个父母是小孩子的魔，所以我发觉不管是教育还是读书会，都应该是先问问自己做到那个程度的没有。因为我以前刚来大学教书的时候，可能是年轻力盛嘛，也是共高我慢啊，所以我常常会学生讲话的时候就用这个粉笔丢他，然后还有一次学生作弊，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考卷撕掉以后往他脸上丢，做错了九，做对了一，我就说很棒，赞，哇，他就有信心。佛教就是拔苦与乐嘛，那学生可能没什么苦，可是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与一点乐，所以我会去把教室变得非常的快乐，所以我经常要求自己在一个两个礼拜里面就把学生的名字记起来，所以会开开玩笑，后来这个彼此的距离就非常的近，所以很不可思议的，我以前在十年前是一个被学校警告过的老师，没想到我前年是拿到世新的教学绩优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这个也许是我进入慈济听上人的法对我在心灵上跟实质上的最大的改变。